等一下啦吼，馆长念袂落来。好吧，好吧，无咱就来开啦吼，因为，副馆长，咱各局处的主管，各位议员同仁，各位媒体记者，各位贵宾，大家早安，大家好。来，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第一次会议记录，时间中华民国106年2月13日上午9时46分。地点本会议事厅，出席张议长、明达等20人，内席张县长、花冠等26人，来宾各报社记者等17人，主席张议长、明达，秘书长黄尚文，议事组主任张彦博记录，卢正道、林绿营、王立贤、黄旭平、李敬荣主席宣告开会。一、报告事项。一、本会第18届第13次临时会，系依据地方自治法第34条规定办理。二、本次临时会议议事日程，经105年1月24日程序委员会议排定，即议员报到议备会议议读会半天，小组活动1天半，审查议案2天，讨论议案2至3读会，临时动议1天，至2月13日到2月17日止，共计5天。三、本次临时会主要任务是审议制定嘉义县土石采取景观维护特别税征收自治条例草案。审议废止嘉义县土地基本资料库电子资料流通作业自治条例，审议105年度本县总预算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表，审议泥报会拆除光荣国小东栋教室东边厕所、北栋教室及西边厕所建物案及业务单位垫付案等。四、本次临时会县府提交议案10案，议员提交议案3案，讨论事项。一、本次临时会之议事日程表排定是否妥当，请大会公决。一、决照排定之议事日程表通过。二、甲一号案、甲二号案，请于本次会完成一读。一、决甲一号案、甲二号案均完成一读。三、散会上午10时47分以上。各位同仁，咱上次会议记录安尼讲有啥物意见？无吼，无咱确认。来啊！咱今天排定的议事日程是讨论提案、跟23读会及临时会了哈。咱今嘛开始进行讨论的呀。甲一号案提案人县长张花冠，案由有关制定嘉义县土石采取景观维护特别税征收自治条例草案一案，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依地方自治法第32条规定公布，并依同法第26条规定报请中央主管机关备查审裁件。文字修正后通过，嘉义县土石采取景观维护特别税征收自治条例草案第4条第3项，未依前2款规定违规采取为违规行为人，文字修正为未依前2款规定违规采取者为违规行为人。咱甲一号案各位同仁，看有啥物意见？无吼，无咱就依照文字修正后通过了吼，咱这个完成议读了吼。来，咱进行三读。甲一号案提案人县长张花冠，案由有关制定嘉义县土石采取景观维护特别税征收自治条例草案一案，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依地方自治法第32条规定公布，并依同法第26条规定报请中央主管机关备查审裁件，文字修正后通过。啊，来，咱甲一号案各位同仁，有啥意见？无吼，无咱完成三读。甲二号案提案人县长张国官，案由有关废止嘉义县土地基本资料库电子资料流通作业自治条例，请审议办法。
审议通过依地方制度法第32条规定公布，并依同法第26条规定报请中央主管机关备查，审裁见原案通过。加二号案，各位同仁有啥物意见？无吼，无咱照原案通过了吼，完成二读，进行三读。甲二号案提案人县长张花官，案由有关废止嘉义县土地基本资料库电子资料流通作业自治条例，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依地方制度法第32条规定公布，并依同法第26条规定报请中央主管机关备查，审裁见原案通过。甲二号案咱完成三读。甲三号案提案人县长张文官，案由减送2005年度本县总预算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表，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并日年度总决算办理，审裁见文字修正后通过。嘉义县总预算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表第五页，教育发展业务教育行政说明栏第四点，教育部补助本县2005学年度采外加代理教师方式推动国小合理教师员额事项第一期经费291.9万元，请增加县配合管等文字。加三万，各位同仁有啥意见？谢谢议长。那个文化观光局长，您那个世界博察会的那个整个详细的规划资料什么时候可以给我？大会主席张议长还有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哦，那张议员上次关心那个博察会的资料，我们是已经给了。那假如这个不是你还没有给，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些详细的你的经费的概算，经费到底怎么样做使用的？你只有给我一个total 两件，一个是400万，一个是600万。啊，那整个经费就是这样。对，所以等你整个完整出来之后，有里面还有一个说你详细的规划要怎么样下去做运用，你把详细的计划再给我。好好好，感谢。好，谢谢。好，加三万，各位同仁，有啥物个？无吼，无咱照这个文字修正后通过了吼，来。甲四号案提案人县长张文官，案由有关教育部核定补助2006年度补助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推动国际教育补助经费等三案经费合计新台币147万3298元整，拟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先行垫付办理，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审裁见原案通过。加四号案，各位同仁，有啥物意见？无吼，无咱有人心的意见啦吼，啊，照原案通过。甲五号案提案人县长张花官，案由有关经济部水利署核定补助本县办理2006年度自来水用户设备外线补助计划案，经费新台币300,000元整，拟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先行垫付办理，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审裁见原案通过。加五万，各位同仁有啥意见？无吼，无咱照原案通过。甲六号案提案人县长张花官，案由有关行政院环境保护署补助办理2006年度资源回收工作计划等三案，合计经费新台币1972万元整，拟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先行垫付办理，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审裁见原案通过。甲六号案，各位同仁有啥意见？无吼，无咱照原案通过。甲七号案提案人县长张花官，案由有关茶体验园区高山茶主题馆兴建工程及2006年度油气据点特色加值计划客家委员会补助办理来家做客、擂茶、博感情等三案，合计经费新台币2700万元整，拟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先行垫付办理，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审裁见原案通过。加七号案，各位同仁有啥物意见？无吼，无咱照原案通过。甲八号案提案人县长张花官，案由有关2006年度公益彩券回馈金补助社会福利公营造物活动中心修缮经费，卫生福利部运用2005年度公益彩券回馈金补助办理2005年度嘉义县推动社工人身安全及专业提升计划及2006年度我家有爱一起守护家庭不怕难计划等三案，合计经费新台币
8500元整，你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依相关规定的预算产证，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先行垫付办理，事后依相关规定的预算转正，审裁见原案通过。加八号案，各位同仁，有啥物意见？无吼，无咱照原案通过。甲九号案提案人县长张华官，案由简送拟罢会拆除光荣国小东栋教室东边厕所、北栋教室及西边厕所建物案一件，请审议办法。是贵会审议通过后，建物已逾最低使用年限，同意罢会。我建物未逾最低使用年限，另函请审计机关同意后再予罢会。审裁见原案通过。甲九号案各位同仁，有啥物意见？无吼，无照原案通过。甲十号案提案人县长张华官，案由有关赵三花漫游三界埔整体规划设计及工程施作案等事案，经费共计新台币3614.9万元整，你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先行垫付办理，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审裁见原案通过。本案请民政处于规划设计或定案时，应通知辖区一人知悉。加十号案，各位同仁，加什么意见？哦，无咱照原案通过啦，吼。以一号案提案人王启礼一言，联署人林怡玲、林宝平、张婉珍、陈福成等一言，案由为促进地方整体发展及交通便利与安全，建请县府极力向中央争取嘉义县民雄乡治水上乡铁路高架化，本会拟成立专案小组加以了解督促。办法大会审议通过后，请准予成立本专案小组，审裁见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小组召集人及成员由大会推选。来，翁议员要补充者。好，谢谢议长哈。关于这案哈，我嘛伫咱的这个咨询当中，一再的要求讲咱的管府哈，相关机关加包括讲咱管长哈啊，阿个。做好着这个咱政府的这个工课吼，啊，当然我一直感觉讲吼，咱的积极性不够啦吼，啊，有可能呢，这也牵涉咱本身的财政的问题，也有可能牵涉中央法令的问题。虽然困难重重，我嘛了解啦吼，但是呢，我感觉讲吼，有必要吼，咱来成立一个专案小组吼，啊，咱来不管是在追踪进度，一方面呢，啊，咱来尽着咱。新委民代表的职责，另外一方面呢，咱也对咱的乡亲有所交代，因为嘉义市已经准了，而且是106年底要来开始动工啊，吼，啊，这对咱嘉义县来讲，无形中有一个足大的压力啦，吼，相信讲吼，县长也好，两位立委也好，咱甚至咱嘉义县的所有这同仁也好，吼，大家对这项课拢非常的重视嘛，因为这条这个台铁吼，会使讲吼，因为对咱嘉义县的中心啊，甲破过吼，影响到闽乡、水乡、大拿，甚至。做者乡镇吼，诶，这个发展啦吼，啊，加大家交通上诶，这个安全问题吼，所以讲吼，直接吼，啊，咱来成立这专案小组，啊，希望讲大家吼，咱这件代志咱无分党派吼，咱大家秉着理性吼，啊，咱积极来处理啊咧。好啊，安尼各位同仁也无啥物意见，咱就通过啊，全体拢加入咱这个小组啦吼，啊，为王议员为召集人啦吼，吼，啊。是迄个雨林的，无紧啦，恁一个做责任就无一个做副的嘛，好不好？好，好，好，谢谢。安尼，咱就照安尼，完难通过啦，吼。以二号案，提案人詹婉珍一言，联署人李国胜、林宝平、王启礼、詹黄树莲、林怡玲等一言，案由。建请嘉义县政府针对限制特区之公共停车空间及路边停车位做整体的检讨规划及改善，以因应限制特区发展之需求。办法大会审议通过后，请县府积极办理。审裁见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一二号各位同仁，到上一个来。建设处长，我想请教你，我们咱限制特区这边呢、啊，目前的。公共停车位空间有哪边？大概最主要是哈，以这个祥和一路哈，那就是祥和二路、三路这一边哈，还有就是加45线，我觉得横向的跟直向的这一边哈，其实主要就是168往就是、靠近县府这一边，公共空间就是规划比较多嘛，包括有地下停车场或者是路边的、啊。然后现在就是因为民众在跟我反映哈，就是对面等于是对面的另外一边。
磐石社区那边整个文化观光局那附近，对整个没有公共的停车空间规划。那我想说，既然这个地方那边发展吼，那我们县政府也有做很多的那个计划或是规划，预计要发展这一边。那希望说这个停车位的空间呢，也可以做规划进去。我们事先先把它规划好，才可以因应说这么多人来起厝住在家，然后啊是你的店家啊，干嘛你无停车位，让人通好停车？是，这方面可以做到吗？好，谢谢张议员的关心吼。我们目前那个往就是往北那一往那边算北吧，算东了哈。那边算是只有太子大道上有停车的一个规划了。那永庆高中啊那边附近都还没有哈。那我们会做一个通盘的整体的一个去规划跟考量来做一个规划。OK， 好，麻烦，好，谢谢。好啊，这样建设建设组哈啊留意一下哈，处理好来。啊，咱无意见，咱就照原案通过了哈。以三号案。提案人詹婉珍议员，联署人李国盛、林宝平、王启礼、詹黄树莲、林瑜玲等议员。案由为了解嘉义县政府因应少子化进行县内各级学校整并或转型实验学校之推动情形，拟成立专案小组加以监督其程序及成效办法。大会通过后，请准予成立本专案小组审裁卷。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小组召集人及成员由大会推选。三号案，各位同仁，搞什么意见？无吼，啊无，咱就吼成立这个专案小组，吼成立啦吼。啊，詹婉珍为这个召集人啦，吼，好不好？哦，安尼大家照原案通过。临时同意。零一号案，动议人王议员齐黎，副议人林依玲、吴思荣、詹婉珍、詹黄树莲，案由。据县内事业会器物代理清除业者表示，本县焚化炉管制事业会器物之进场焚化总量，不应收受其他县市之事业会器物，是排挤本县事业会器物焚化之收受。为增进焚化炉相关作业合理化，拟组专案小组加强监督。办法大会通过，请准予成立本专案小组。稍等嘞，莫非你都要要讲啥？来，你是？当然，嘛要召集人在遮。不是啦，谢谢议长吼。啊，我临时动议吼。哦，临时动议啊，就遮处理了，你遮来嘞，好不好？哦，来来，好吼，来，王议员来。好，议长谢谢吼。这个这个工课吼，最近我个人我那接受到几下个厂商加咱的这清除业者的这个定情吼，就是讲吼，这个咱嘉义县的文化路呢，有接受到这个外管区的这事业废弃物吼啊。有可能因为安尼，地疏影响到咱的这个本管管辖内，而且清除业者，吼、哦，师兄，因为咱文化路吼啊，一张通知讲啊，要来动这个事业废弃物的进场，吼、哦，这第一项，第二项就是讲这个价位上呢啊有所波动啊，已经有调整啊，吼、哦，所以讲吼，这业者呢一直咧盯紧吼，所以我感觉有必要吼啊来做一个专案小组来了解，吼、哦，什么原因影响到咱本县县境内，咱的因为分化路一旦涉及咱嘉义县，咱的本身县内这业者甲工厂呢，会使讲是吼，应该优先处理吼，袂使交外县市呢一并来做伙来动。这第一项，第二项来讲，因为这个价格的这个波动吼，伊的调整呢，已经实际上已经影响到吼啊，伫这个无景气的当中，已经影响到咱做侪业者的这个生存啦吼。所以一只吼，我感觉讲有必要来成立这专案小组吼，来了解到到底咱县政府呢，咱的环保局呢，是毋是对这两项有了解？是毋是讲哦啊，已经有进行有这个包括讲这个价格上啊，有做一个监督的这个机制吼。一只拜托跟咱各位这些同仁吼，咱王议员。提这个临时动议啦吼，要成立专案小组。啊，各位同仁，搁有啥物意见？无吼，无咱全体议员加入人数啦吼。啊，原案通过啦吼。来，啊，你这个王议员为加入人啦吼，大家拢无意见嘛？好，来，还搁有临时动议来。好，谢谢议长吼，议长啊，咱县长啊，咱各位主管吼。啊，咱这同仁，啊，媒体先生，大家好吼。啊，我伫这啊，提一个临时动议吼，我是感觉讲吼，咱前两天啊吼，咱也知影讲，迄个机场的捷运啊已经开通啊吼，
咱北部的民众吼，拢会当享受啊，真好福利吼。啊，反讲咱嘉义县长期以来吼，会当讲啊，咱中央政府一直来漠视咱地方的基础建设吼，啊，加一寡资源的挹注吼，对咱嘉义县真正会当讲三等公民啦吼啊。所以会当讲造成咱嘉义的财政无好，即谈咱地方的发展。足大个关系嘛吼，啊，所以我伫遮要提一个案，唔嘛咱知影咱个即个县长一直对咱嘉义县真拍拼，为咱嘉义争取足侪真侪咱所要做个工课，亲像咱头拄啊王议员因所提一个案，哦，铁路高架化，哦啊对面龙到咱水上即八十二线，哦啊即当然是即过程嘛是拢大家爱做伙拍拼，我希望讲咱会将一个案吼，啊咱会让来。做咱管路诶行政团队的后盾吼，需要讲有地方的声音，爱来到中央的吼，我啊请咱迄个县长吼，会当啊甲咱议会各党团吼，啊大家召集，嘛会当做伙来台北吼，啊来讲出咱地方的心声吼，啊，互中央会当更加重视咱嘉义县未来发展，互咱地方的基础建设会当做较好，互一寡厂商也好，啊一寡人潮回流，安尼较会当来。啊，无，所以咱这个所在实在讲起来，啊，咱的一寡投资环境真歹啦吼，啊，佮有足济这个建设拢做无好吼，啊，所以咱地方的发展就影响足大个吼，啊，希望咱这个案，吼，咱希望讲，哈，拄咱管路吼，咱由咱管掉伫中央争取，哈，有需要咱议会吼来做伊个后盾，咱拢一定爱团结地方的声音，吼，啊，互中央知影讲嘉义县咱的需要，吼，一定爱。安那来用，咱家己才有机会来进步。哦，我对以上的提议吼，谢谢。这个你我看，这你无提书面资料，你做建议就好啦，好不好？建议案啦吼。啊，我相信讲，只要县长需要咱议会要争取咱嘉义县的这个建设的，我相信无分党派，大家拢会支持啦。会支持咱县长啦，吼。来，乡长。县长，首先我要先代表哈嘉义县的县民哈，谢谢你。我在刚当选议员没多久的时候，我就在议会提案说，咱嘉义县嘉义灯会哈，之前办的时阵是2007年，那我有说过说故宫南院哈，伫嘉义县盛行50年以来哦，一个重大的建设，你是咱嘉义县50年以来的第一位女性县长。所以呢，在故宫南院他在嘉义之后呢，如果说可以再争取到台湾灯会的话。你在嘉义的定位哈，可能是别具意义啊。这部分呢，我后来提案之后呢，县长你在去年的时候，你也很努力的在跑到交通部观光局那边去争取啊。另外呢，今年呢，你特别感动的是，你还掉点滴哈，抱病哈到现场，然后去争取，极力的在争取。而且呢，虽然说第几回部分呢，我们的县府团队常常因为文化观光被打脸哦，但是呢。你永远都是哈鸭子划水啊，一步一脚印。我想你的努力呢，大家都看得见。尤其是讲，我知道说这次的灯会呢，我们屏东跟嘉义都一直在积极在争取，但是呢，后续的部分呢，我发现说我们县长哦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尤其是讲，我发现说我们县长，我们还努力的持续在接洽我们的那个云门五期的林怀民。然后另外呢，我在临时会的第一天。我在县府洽公下晡的时阵，下班的时阵，我发现讲哦，咱哦，伫个咱的管户外靠有四台游览车吧，应该有四台游览车。我们是要求说，我们县府的同仁吼，大概都有时间吼，还是讲客厅给的英雄诶，拢爱去到咱云林灯会啊去做观摩。我想呢，县长你做了吼很好的准备，那万事俱备吼，只欠东风。可是我现在目前听到的消息哦，都还蛮正面的。另外呢，今天呢。昨天啦，我们综合国中吼、喔、那边的学生吼、喔、有跟我讲吼、喔，县长你呢上次在168外环道的动土典礼的时候呢，你在脸书上面 po 的是对他们的一个正面的鼓励。你知道说我们综合国中的孩子们哦、喔、有一个石鼓队，一打够是非常的好的吼、喔、啊，所以呢表现量非常的杰出，他们也很希望说台湾灯会可以再加义，所以呢伊把这个奖杯吼、喔、提我做给我啦吼、喔。
我希望讲啊，若是有争取到了，等于讲这台湾灯会，这是一个国际舞台，可以让他们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国际舞台哦，会使吼表演吼，可以吼光荣我们的嘉义，好，尤其是嘉义优秀的学子。啊，这部分呢，我想呢，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大家然后拢非常期待讲吼嘉义，诶、欸，那的台湾灯会哦，在2018一定会在嘉义哈。所以呢，我今天哦，就代表吼阮嘉义县吼，诶，阮家的乡亲啊，啊，各有阮家的学生吼，这些孩子们哦，我吼。把这个哦奖杯送给你哦，希望哦给你哦激励哦，给你加油打气。我们非常有信心，好、哦、你我们哦嘉义县一定可以争取到哦2018的台湾灯会。哎，好早哦。哎呀，看这边啊。好啦，馆长，你敢要补充讲一下无？好啦，你著甲迄个冰冻馆长讲，伊我第一阵尔啦吼，迄个是毋是让咱办啦？因为伊有机会，你无。馆长，过来吼，闭幕典礼的时阵有一个接灯仪式，好，你即马吼，先吼，咱来预习一下，你即马先吼发表得奖感言啦，好不好？主席哈，各位议员哈，咱其实台湾的传统哈。元宵节拢有灯节啦，包括配天宫吼，啊，成功吊天宫，迄拢有花格吼，迄花灯车吼，这是一个地方的艺文活动吼，啊，所以各地都拢有这个灯节，但是你阿扁啊做总统了后吼，民国大概西元2000年开始吼。伊把这个地方的节庆哈提升为国家哈级的灯会啦，变作讲国际的迪士奈节一样哈，所以由交通部观光局去举办，让世界哈看见台湾，吸引国际观光客来台湾，然后在各地轮流举办，所以嘉义县。在2007年，陈明文当县长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争取到国际灯会在嘉义，那一次也很有创意，因为咱加上艺术线的很多的灯，所以办得非常成功哈。然后就轮流到像桃园呐、台中、台南、高雄各地都办，但是办国家级的灯会吼，它有几个前提要件，就是讲你地方吼，你也要吼迄个几百万，像讲桃园前年号称是2000万的游客来吼，伊就是讲场地要很大，交通的条件、停车吼，啊，再来节目吼，啊，在地特色都要有，所以咱嘉义。你这几年来有在进步，吼，所以2年前呢，我觉得我们是已经具备条件了，我们的团队也更成熟了，所以前年我们去参加跟云林去竞争，啊，咱多输你那两声报第一人啊，因为输业物件受环境去现场，那评审委员认为他们的这个布袋戏偶戏哈，比我们更有特色。但是不管是藤红班，还是讲婚姻班，我们整个团队都带去参观、去学习、去准备，就是下一次可能就是我们。所以这届因婚姻啊，你得到灯会的主办权的时候，我们都去看了好几次，包括云林没有焚化炉。我们都帮他们做焚化炉的代烧的工作，虽然是民生废弃物，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区域共同治理的问题。咱甲斗相共，因为我们在办灯会的时候，也许也会需要他们的帮忙。啊，今年的竞争是真激烈啦，因为咱是甲屏东吼做竞争啦吼，那屏东吼。它是人杰地灵啦、
有的人讲讲智能甲仁慈，啊，我感觉伊是人格啦，出总统、出院长，边啊哦吼，出这个高雄、台南吼，吼你个支持吼，我们压力很大，所以我们去简报的时候吼，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的有压力吼，所以我们吼一直吼下班以后一直都是在做简报，不断的修改哈。啊，一直让我蜂窝性组织炎，所以我们压力很大，但是大家很努力，去把嘉义哈，这两三年来哈，我们的观光客少了陆客之后哈，我们是全台湾逆势成长的一个城市啊，从400万到今年的600万，国际观光节哈灯会的意义，都是要希望哈，不是干那咱在地。希望会当吼，和国际观光客来到家，和咱的观光效益再增加。所以我们的土地，咱的故宫南院，甲咱前面的这些土地，包括我们附近的停车设备接驳，哈，我们觉得我们是最成熟。屏东就是有11个月的白色沙滩跟太阳。所以他办村呐、啊，我嘛就欣赏呢。但是咱无法度办村呐、啊、的这个演唱会啊。但是你的缺点就是你的交通都敢有代替无高铁啊，你都敢有二高无一高啊，咱搁加台十九啊。所以咱的条件，咱就是比较好啊。所以咱干部吼，我自信啊吼，咱是比较好，办起来较好。啊、但是拢哦，迟迟不公布啊！啊，我觉得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哈、哦，如果正式公布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开心，要非常的开心，但是不能开心太久，我们要辛苦一整年，到明年的元宵，啊、哦，我们好好的努力的把它办好，那才是能够真正的来庆祝。让我们的观光跟周遭的商业都真正起来，哦，那才是我们的嘉义县的成功。让世界看见台湾，让世界看见嘉义，让嘉义的产业、文化、观光跟农业一起起来，这是嘉义人一起的一个光荣。所以我的元旦呢，迄、那个那个日出印象音乐会吼，我家己吼，我讲我是自行宣布了吼，2018国家灯会你家啦哦，所以哈，我希望哈，观光局能正式公布哦，来接灯。那我的接灯仪式，我希望哈，能够有一点突破哈，因为起码接灯是19号，如果有的话很短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很快。因为时代已经搁变啦吼，大家拢知影讲吼，较早用赖打，用花篮会，即马用赖打，哦，较早用迄落翕相机，即马拢手机的咧翕啊，吼。现在以前是实体店面，即马是拢是迄落，这个是虚拟的店面了哈，所以时代变得很快哈。所以我们现在要加上光影跟视觉的一个科技的一些变化哈，我们也不一定都是只有传统的花灯，我们要让大家来这边会非常的一个惊艳的效果哈，所以我们会想一些更新的一个街灯，那个只是一下子而已，我觉得是在灯会举办的时候，我们让每一个人来会觉得讲，哦，嘉义板要金价站，那个才是真正的最重要的。大家请期待，我们最重要是能够宣布是在嘉义。谢谢大家。县长，我还要跟你讲啊，文化观光的部分哦，还是要持续用心在推动啊。我要跟你讲一个好消息，就是你也知道说，咱以为咱嘉义管区本身就是主办单位啊，小野丽莎。
吼、哦，要来咱嘉义办音乐会，在故宫哦，这部分呢，我发现他在脸书上面的转载率哦，非常非常的高。包括那天看那个政论节目呢，胡忠信都讲哦，嘉义县长哦，是真正有在做代志，佮你倒宣传。所以我跟你讲，尤其是你要记得，你去年的市政满意度，就是让民众最满意的部分就是文化跟观光。所以这部分，我希望讲你要坚持，然后要坚定你的意志跟你的决心。如果说最后台湾灯会2018台湾灯会再加的话，代表讲你的坚持是对的，继续加油哈，以上。利用这个机会啊，一定要再度邀请我们所有的嘉义县民哈，特别是我们的议员们哈，一定要当主人，邀请所有你的朋友们来参加2月25号跟26号哈，5点开场。6点关门哈，我们在我们的故宫上下湖畔，哦，在北门那边进来哈，这一个配合这个哈日本美术之最，3月5号结束哈，151间哈日本东京艺术馆，还有九州国立艺术馆的啊，这个文物来这里展览，其中68件是伊的。国宝文化财，就是讲你去日本吼，要做一届吼，看这物件是不可能的代志。所以足侪日本人是专登坐飞机来看这的国宝级的文化财吼。所以我们配合这一次的这个日本美术之最呢，我安排这一个音乐会呢是台北爱乐，然后这两个25号是。巴萨诺瓦哈，小野丽莎，她是在巴西长大的一个日本很有名的巴萨诺瓦哈，弹吉他的一个歌手，非常出30多，这个唱片哈非常有名。为了她，我画了一张画要送给她，虽然不是很好，但是这是一个纪念。第二天的田村麻子哈，伊是加多明戈哈、卡拉列斯，还有那个帕瓦罗蒂。这三大全世界最有名的男高音哈，三个真实嘞哈，三个死两个去啊，但是一著名一条歌剧哈是日本的蝴蝶夫人哈，他也要特地来唱这个蝴蝶夫人哈，是因为配合这一个展览哈，那这一次成功的话哈。我希望我们这么好的环境能够变成年度的一个音乐响宴，这样也可以让嘉义哈，音乐就是文化观光，就是一个无形的一个资产，所以咱若办了成功哈，这后摆就会变成一个年度的大事，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是主人，你们要不断的宣传，告诉邀请你的亲戚朋友，包括国外的。我们请大家来看，我们都不收费，但是5点开始进场，6点门关起来，哦，所以希望大家穿得漂漂亮亮，最好穿晚礼服来，啊、哦，谢谢大家。馆长报告了非常的详细了哈，为了灯会工作，伊足认真去拍拼，我也希望真的啦哈，2018这个台湾灯会会落在我们嘉义县。我相信讲，咱这个议员当然嘛会认真协助咱馆长啦吼，希望灯会在嘉义的时候做了有史以来上好个啦吼。咱嘛要配合吼，咱明仔吼换一台游览车，希望议员嘛会使来参加，嘛要看灯会啦吼。9点半呀，9点半伫议会集合啦吼。加减去了解一下吼。如果2018灯会伫嘉义吼，咱这个议员嘛会当含馆长遮吼，县政府到配合吼，将这个灯会办落上好个安尼吼。各位同仁，今日还有啥物个？无吼，无咱着宣，还有无？无啊，宣读本次会议记录。第二次会议记录，时间中华民国2006年2月17日上午10时19分。地点本会议事厅，出席张议长、明达等20人，列席张县长、花冠等26人，来宾各报社记者等19人，主席张议长、明达，秘书长黄尚文，议事组主任张彦博，记录卢正道、林绿、王立贤、黄旭平、李敬荣，主席宣告开会。一
报告事项。一、主席报告议事日程；二、议事组宣读第一次会议记录；二、讨论事项。一、甲一号案议决照文字修正后通过，完成二三读；二、甲二号案议决原案通过，完成二三读；三、甲三号案议决照文字修正后通过。四、为四五六七八九十号案请审议，议决四五六七八九十号案均原案通过。五、以一号案议决原案通过，全体议员为小组成员，并推选王启礼议员为召集人，林丽玲议员为副召集人。六、以二号案议决原案通过。七、以三号案议决原案通过，全体议员为小组成员，并推选詹婉珍议员为召集人。主席裁示，本会全力支持县府向中央争取各项建设，以促进本县发展。啊，零一号案临时动议，零一号案议决是原案通过，全体议员为小组成员，并推选王启礼议员为小组召集人。以上。各位同仁，咱这个会议记录，各位同仁有啥物意见？无吼，无咱就闭幕了哈。闭幕典礼开始，全体请起立，主席请就位，向国旗及国父一像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主席请复位，全体请坐下。好啊，散会啊。